大家好，我是吴千语，在一路同行里面饰演朱子欣这个角色。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y， 一路同行的导演，亦都是一路同行里面朱子欣的原型啦。其实刚刚看到剧本的时候知道是真人真事，但不知道是哪个的真人真事，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是导演的自己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更加觉得他拍出来或者呈现出来一定会是更加动人。大家给我帮助了很多，就是同姐又给了很多帮助，我去 believe 我是她的女儿，服装也给了很多帮助，我穿着那套校服，扎了那個头发，令到我相信自己是好像回到中学的时代。进入角色的时候其实都做了一些准备的功课，自己去即写一些日记，去譬如形容自己的一日，或者 去写一些东西，去令到我觉得自己更加可以投入到那个角色。我觉得我发挥得最好真的要等大家去判断，看完我自己很难去评论自己，即自己看自己有一种不是很知道怎样评论，我都是留给大家去看。但是我可以讲一下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两场戏，一场戏在学校门口，妈妈等我放学，我不认她的那场戏。另外一场戏就是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天就来杀青。那一场戏是我们在雨中相拥而哭。那个场景是一开始的时候，爸妈找我在雨中找的时候，其实未拍到我，因为我未入个镜头。咁我喺后面睇佢哋嗰阵时咧，其实自己已经喺度喊，忍唔住，因为见到阿爸阿妈咁大雨，喺一个咁嘅环境，两个即系失明人喺条街度一路问人个女喺边，一路即系咁样揾我，其实我好心痛。所以其实有好多时候系即系两位前辈啦，令到我更加相信我系嗰个角色。基本上是不需要怎樣時間去進入角色，因為一到了現場他們在那裡，其實我都已經很 believe 自己就是那個人。其實很有緣，我自己覺得，因為我自己都見過很多不同的新人，因為我想著拍這個中學的青少年階段嘛，都見過很多不同的演員，去到見到千羽的時候呢，就覺得啊，千羽好像外表很柔弱，但其實跟我分享的時候呢，尤其是他講到跟家人之間的關係的時候呢，其實都會有那個硬頸的一面，那個硬頸就是覺得咦，我跟他都幾似的，即你表面你不覺得我是那么硬頸那么頂撞啊，或者那么爆這樣的嘛，跟完千羽聊天之後，我覺得就好像你說的 click 到的，真的，所以我就覺得這個角色是很適合他去做，同埋亦都可以俾觀眾睇到另一面嘅吳千語。其實成個戲裏面都有差不多八成幾嘅情節同埋對白都係真實發生過嘅。當然可能個 situation 未必係一樣啦，咁但係就都有八九成係現實會發生過。咁當然有啲我要經過戲劇處理嘅，即係例如嗰煲粥即係淋落嚟，有呢個情景啦，有呢個事，咁亦都有淋落嚟嘅。咁但係喺現實度咧就冇淋正我，但係即係成煲粥就真係我坐緊學行車嗰時淋落嚟咯。咁呢啲都係真實嘅事，不過我就再令到佢 dramatic 啲，即係等佢多有少少戲劇化，等觀眾睇嘅時候可以更加快感受到其實視障人士湊小一個小朋友咧，真係有好多嘅壓力啊，或者一啲緊張位啊咁樣咯。我暫時最想做都是想做創作，即係好想寫人與人之間的故事，未必話一定身體有缺陷嘅，但係即係譬如人與人之間人情味的故事，人對社會的感情啊、關係啊，咁所以暫時我都係好想繼續做創作啦，同埋希望有得拍第二部電影啦，就係咁樣啦。